6. ตาเบียนุปิญญาญาณโนรอีดองสุญญามานายังนามะธรรมะยังมวยปะมะดูดุดอมมะอะคงอยู่หรอทางโกยะโกจะเช็คคุณเนี่ยจะจะปัญญาตาเบียนุปิญญาญาณโนรอยามานายังตะยันตาเนี่ยนามะยังยังมวยปะมะตาเบียนุปิญญาจะเป็นปัญญาตาเบียนุปิญญาใช้ตาอุญญาทางปัญญาเยดะ ที่เราคิดถึงเพียงแค่เพียงจะทับไรตามยาอ่ะยังเป็นเพียงเพียงเพียงยามาหมู่ยาวช่วยเพียงอยู่ในมียายามาอยู่ในมือที่วัดซาเสียบุมาอัศะแค่สมในไทยบางเดือนสั้นใจอย่างนี้นั่งได้ยินยิ้มยาวบุปผาเจตช่วยเพียงมีคนจะหมุกทำไมหมุกไปความมีคนอยู่ตัวละบุมาส่งซาดิเพียงทำมายาวเป็นเพียงเป็นเพียงบางยาวตัวด้วย จะในใจยิ่งใจตัวเองเข้าม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ไปแข่งเย็นซาดิเราสั่งเย็นยาวชูดิอีกคนหนึ่งถึงจุดจบมาอ่ะก็อยู่ที่นี่เย็นเช้าเช้าต้องมีชีวิตต้องอยาก 现在一个口罩，过几天呀，就是没得几面嘛的。起码谁他妈一口罩，我得打光了，我万一没嘛，恰恰那那看那那，起码别个吧。起码西马有嘛的，这些上面呀，都得得吧。就那开开扭扭家，就那样了。他把口罩脱了，现在呀，我们也没那样那个。起码把那那个被子拿来。 可老我们不来呀嘛，可老啊不过来，下一个培养我们对吧？新安进来了，因为俺那个，这么一样的不高兴，提前下一遍，一路见面呀，别人这么代表我们的话吧，下老对面要跟的，这么黑马道，这么一出的提前的看，你们当俺的没吧？反正下一步我啥呢？没拿俺要生的，下一步就不要这么去发别个了吧？ 下一步他写的这么一些条，没啥密码，写好多出来怎么样嘛？好家伙，别怕！我给外那边要输了片，国内的来没人挨你打，你看差多少吧嘞？比如，比如我把片录的录看看，那那金八百呀啦嘞，这用一比要录，我的账号我那里有，我把户口看一下吧嘞。他看账户啊，不在公司密码了。下一面就为我的会议啊呗，为俺的学生去签名的嘛。 下一年把毛卡交到你们那里了，都罗亲戚孙女了。没说耶，我也啥被带嘛，你看那我就送下家了。都罗送下来在面，起码后面我六百万的。下一年二十岁了嘛，这口罗朋友呀，看样了，你们当我母的大官明白的。下一面都问我嘛，这嘛，你们的啥做大单嘛？啥子人噻？ 刚刚老家没人拍呀，下一个月第二号来吧，我看的。你在说那多少价格吧？一月一路，看啥子能力？这个月大门我固定零零的吧？过不完，过不完嘛？七度第二号还没那要来的钱嘛？忙七个没得那一天，第二门忙的把我好累，把我受累。这个龙啊，龙老也看来，第二号还没七度这一天，第二号还没这么没接地的多的，还便宜呀嘛？ 你老奶奶呀，孙奶奶嘞，下雨，这边你哥家，这么公寓啊咯，这么不老规定撇下来，我的大伯就是叫么讲的，大伯妹嘞，回来比哟，米爸啊，大伯妹是大伯个老看嘛啦嘞，大伯妹啊米爸老个老啊嘛啦，这么我委婉看下边，下雨我没有么的，这么一口个老的大伯伯，前年前看来要下雨，伊嘛就是路也没路灯。 下一年，那乌在咪咪送下头，这嘛刚在破壁啊，用得得吧嘞？回来比我这嘛嘞，对对对，也要来嘞，不要。这可妈妈冇见面个多啊嘞，那也要吧哩。可没得来咪咪，对面啊，得来多多啦，这嘛路不地大包啊嘛咯。把路被皮皮搞嘞，路过得路内伤心，这嘛路打路口话嘞。别都今年月结干嘞，啥别路边娘娘女嘞，谁得得嘞，恁阿姨一样的希望。 再看下一个宝马嘞，另外一样的级别，上边没是那边级别，这嘛嘞，来看上一边这嘛嘞。不是说路线，走路听啊。
电文科技没必要。如果你买一个新的，像我这电文十年了，对不？那因为我这电文交不下去了。你比如说，你对面人，对面人的心情在下回来回来，受伤不要压了。你告诉你要不要我？告诉你，刚才你压一个，你受伤了。我们那上三百代人呢，一路不少青年呐，现在都不高嘛嘞。不过人家过了嘛，我这个嘛，我虽然也不讲嘛，人家老是这样嘞。三百人家心里面有青年个老年人天下嘛嘞。起码咯，别都嘞，别都要回吧回吧。人家别的单位，我这省级别我上月怎么批发嘞？你等你等嘞，他的父母青年不少嘞嘛，这一路起码输掉嘛嘞。起码他们表现呐，第一年啊，人家一股的这么些。把地那个一个省内都这么有上面了，省长先生的商业别的嘛嘞。具体啊，你第二步这么把我啥阿哪哪的细胞，把我们十八块那的细胞，数百人没有，数百人不够，第第二这么俺你数不下大了。不错啊，这么我白都我白吧，不拉回去白吧，啥的病拿不了标价了。这么第六一天送不下饭的，这么俺们细胞就输了，第二那个省，俺们就有标价了。你讲有你那标路了啊？对吧？这么过一过的哈，叫来的别的我们家也看见了哇。底部有窟窿路在水里看阿妈们，这么一窟窿上面别人呗，这么我偏没过你这些嘛嘞。啥意思？我那过了你啥要不嘛？我那没你掏了，要么过过个。他这样吧也不好吧？不过他对我们媳妇三那都另外要的嘞，这么快死不了。我那没你牛那边的嘛。毕竟下水啊，你妈不比你条件不溜，一三八百块稳住呢，他妈对你啊也给多了，不多了。第六都要三百，也都要高九的，你呢？我弄每年为几百的，没别的多少一三百，起码可老点嘛。会有下一道单呢，妈那个淘来羊毛的等马弟弟都让给我了，那他们你家嘞淘来羊毛的等上山那些他们也买。啊，不是三百多呢，阿龙，没事，我妈给你别家嘛。要么我来下辈吧，咱们你嘛都没有那么多呗呢，清明年过了，过不了都年比清明年了，怎么就啥呢？就这样了，怎么？咱别都搞不了，都没人看嘛吧呢？后山手拿我车有没有？怎么过年比要么我下辈你吧？怎么我拿他的上毛拍几多钱？怎么把你弄他的上地啊？你们咱去年下把比谁娃那个都老包？哎，第一路还没搞平嘛，平嘛比嘛的毛包。人家娘嘛嘞，说话是用的，把那边的姑娘上面比较完了。新眼睛呢，就割巴拉的，手拿油啦，不嘛比啊腿，嘛比嘛腿上还便宜了。后山手拿是用的，姑娘比姑娘家务多少一点都比较吧。阿姑姥姥在美利坚啊，这么使用会得顶，比如这么上马里乌姑娘也是不的呀，上马里帕都会得顶住哎。比如姑娘也上马帕都，马来西亚地图也。去年啥的，苏丹的贵到啊了，比如这边啊，东港那贵呢，哎，那个老杜家买的喏，哎咯，不过嘞，美国这边那比呢，这买西米的没什么，把这扫毛拍的比啊，容易退回家买的，哎咯，对面我的扫二倍啊，过来应该退回家嘛，西米的没人，哎，你那过年人他妈的批评我的，过在这样子看呐，为啥不带嘛批评，杜家来买的喏。你妈的比如目的大把你不念的所以呢我妈的也看我让你念嘛目的大是大的你要刚才了我现在到我们要问的别到目的大跑的阿龙没参与一些呢